这段地进去是要先到那个什么坑谷道的登山口。右手边这条有一条山径，可以到大虎格山。这条坑，然后这上面有一个土地公庙。土地公庙旁边这条路上去是姑娘山。哦，这都是往石寮坑古道，我们要往鸡冠山。第一座仙丹大概爬升1000公尺左右。对，好，阶梯结束了。关山还要再半个小时。下面这里是文山煤矿。这边石壁比较湿滑一点，不要太靠近，保持距离。天机岩、石碇群山。冠山野牛基石，这有几号？鸡冠山的展望啊，千里迢迢，很辛苦爬那大石壁上来。这的落差都蛮大的，又湿滑。右手边一条可以往武山煤矿，那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双国旗山的方向。走上上去应该就是山板桥了。啊，抵达今天的第二座山板桥山了。山板桥就是松柏旗山。可以点，零点五，给钱。接着往光明路还有20分钟，接下来就是下坡路了。下坡轻松，上坡难。上光明路之前还有一小段的陡上，接着就下去陡下看到马路了，谢天谢地，这段终于快要结束了。啊，到了马路还要直接去对面了，以为轻松的说。啊，往那个洛库伦。哇，才刚下来又要上去了。这边地非常湿滑，而且倒木非常低啊，有点困难度，你看。这段草很高，很密。
岔路哦。现在要往左边到月岭包甲路光明寺，从这边下去，左右两条，是右边这一条。草木略多啊，好像已经出来外面了。接上马路以后直接转西马路了。入库下，好，这道马路我要继续直走。往前就到南港，边吃烟，恭请禅寺。这边是入库事件纪念。开始下午的行程了，现在还大概我们要往这个旧庄街二段，还有大概七八公里的路程。第二停车场进去那个奋基往山北峰。奋基湖山北峰 get， 从第二停车场出来后，我要走对面的，就往深岸头山，大概30分钟。这里还可以远眺这个台北101。大概在20分钟。奋基湖山 get， 第四颗完成。台寮间的方向哦，这边。这左边这边有一间土地公庙，不过已经空了。马路以后要左转，台寮街民宅97号，岔路从下面下去，还有左边两条岔路，我们要先去18重溪山，然后再沿路折返回这个台寮街。上阶梯以后就是18重溪山了，上面我记得没有三角点。哇，重溪，今天的第五座18重溪山 get， 那个基地台没了，原路折返。
谢谢连长哥。喂，大令，别人拿走。好，上回刚刚被那个茶鱼要上去排聊天了，第一排中间是排聊天。一路走上就是上上下下的，应该是上面这颗尖尖的吧，材料尖。哦，一路走上哎，即将抵达。来了解，干嘛？你要就走下了。这两颗双溪口山，现在是高度在290，要走下到100，很陡。下来民宅了，等一下还要去这座山头，上不去吗？有点怀疑人生了。继续往双溪口。左手边这边有绑布条的地方，从这里下去。过溪还是一个人过比较好，不然会互相影响。变过溪，开始爬升了。沿路一直走上，没有平缓的路。高度200了，持续走上，即将抵达双溪口，冻疯了，只是有点不行而已。这是双溪口山东峰，啊，希望这是一路下坡了，真的是没体力了。插入取右左双溪口山，这条路是上也难下也难，不要轻易尝试，太滑了。上去是梅沙山呐、啊，下去之后的另外一颗才是双溪口山。梅沙山 ，get 啊，累死啊！这边还有铁轨哎，累爆！这个底下没有。啊，三角点在哪？啊，高在哪里？过了高点了，已经要往下了，走到主峰，最后一座龙胜山。哦，第十座 get。已经听到马路上车子的声音了，应该快下到平地了。最后一段了。哦，不简单呐、啊。哦，终于下来了，找到今天的终极目标了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